到的是淡水的小白宫，就是前淡水关税务司官邸，这边还蛮漂亮的。然后现在是实名制，所以就是进来记得戴口罩。然后新北市民跟小朋友来这边是免费的，所以蛮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。这里面展示蛮多画的，就蛮漂亮的，很可以带亲子，就是很适合亲子来这边。红毛城，那它一样是新北市民，不用门票。那其他地方的就是买门票是红毛城，然后小白宫跟护卫炮台都可以一起使用，票价是80块。
金香酒店，然后有一个广场，还有护卫艺文休闲园区，算一个淡水的新景点。这边也蛮漂亮的，然后里面有国宾影城啊、路易莎啊，然后还有火锅店之类的，就是有一些可以逛的地方。除了淡水，来淡水老街以外，可以来小白宫、红毛城、护卫炮台，还有这个广场逛逛，还蛮不错的。它的二楼有一个领事馆，里面就有一个展场。推荐来淡水啊，除了淡水老街以外，可以去像小白宫啊，然后红毛城啊、海关码头啊，这些地方都还蛮漂亮的。还有这一个护卫艺文休闲园区，它是新的，就是现在这个地方。有一个奇乐多游乐园，还蛮适合带小孩子来这边的。